可以做出你最性感的动作吗？其实腿。Oh my god！ 你有没有在特别的地方亲密过？刚不是说很喜欢户外？对啊，你有去野外过吗？我们在野外。河堤旁的哇，停车格。本名刘怡琪，生日可以讲吗？可以讲。1989年8月26日，星座是处女座。处女座很会照顾人，而且处女座很少哎，每一对处女座都很少。你说很少处女？大概对。你要干嘛？有没有很多事？你很好聊哎。再来就是职业是中华职棒味全龙的啦啦队长。嗯，你当队长多久了？三年。2014年出道，你跟我一样哎。对啊。所以你之前是吸金女孩，对，一丹。哦，吸金女孩，但我那时候还不认识你。不认识，我们是很后面才认识。对，身高160公分，体重46公斤，好 detail。32C24 33，背号77。Yeah。因为我们的77是曲曲。哦，我知道。对，然后因为他也叫琪琪，所以叫77。嗯。然后啦啦队经历就是吸金女孩，当时的昵称叫红妹。对。对啦，你那时候叫红妹啦。对呀。啊，为什么叫红妹？因为我大学的时候叫猴子，就算你叫猴子啊，但他打那个拳上你，很帅哎，帅是在不在？他那个猴子拳哎，你应该认识孙孙吧？我不认识，你认识吗？知道，知道，但是没有讲过话。他有密过你吗？没有。2020年到2021年，2021年牧师女孩是篮球，那时候现在也是吗？没有，到2021就没了。我想要让我生活充满棒球。哦，你是很这么热爱棒球？对啊。啊，当初怎么会去甄选？因为我弟下来。弟弟爱棒球，对，然后他那时候是好爱拉米，那应该来加入乐天呢。拉米，我去选过，结果没上。好，再来，我要介绍小真奶。OK， 小真奶因为没有维基百科，所以以下是呢网络上查到的，艺名小真奶，本名王星宇，生日是1月21号，摩羯座吗？水瓶座，身高是162，体重48，专长是唱歌、跳舞、主持、影音创作、model。哦、很多哎、欸，兴趣是跑步、健身、跳舞、做菜、拍照、旅游、弹。你也会弹钢琴吗？会，有学过。你是多才多艺型哎，那你怎么会去课间？因为那时候就觉得课间好像赚钱。那时候其实念三科，然后那时候觉得课间可能是一个比较稳定、比较高稳定。对，所以后来就想说啊，那就去科技业看看这样。那你在科技业做多久？哇，做了8、9年有哎、欸。很久哎、欸。然后你的未来是想要往 YT 圈发展，并预计会发布个人单曲。对，没错，现在就是我已经有创了 YT 的频道，叫 Bubble Tea 小真奶。然后我今年就是11月24号也会发个人的单曲《星语之火》。哦，那你之后 YT 是会拍什么样类型的风格？我目前还是都以拍生活为主。那为什么叫真奶？因为我就爱喝真奶。可以讲这个地方吗？当初谁找你进来啦？对啊，我之前有一个合作的公司，然后他知道魏全龙有在甄选，对，然后就推荐我进来这样。当队长有什么好处跟坏处？好处就是那个头衔，那坏处可能要当好好小，就可能要多一些心力去照顾你其他身边的老年人。因为有些可能有些女孩会觉得说，哎、欸，你怎么可能跟他比较好？怎么可能之类的，对吧？其实当队长也蛮辛苦的。对对，那你们会有小团体吗？对，我其实不喜欢小团体，所以我喜欢大家一起。但是很难的一个团体里面，蛮难的。那有几个跟几个比较好，我是不会怎么样。但是如果这个几个跟这个几个，然后互碰的时候，互碰对。如果我最怕这种，当这个 A 队友跟 B 队友吵架，你会？对，我们真的是，我就会个别拉出说。没有。那你们舞蹈会很难吗？有些应援动作比较难。叱咤云霄。不是啦。哎，学妹没认真。想你，谁的？想你，想你，哪
对，很紧张，然后我就只敢在中间这样。那你现在已经熟悉就是球场所有的东西了吗？都熟悉啊，因为我本来就是有在看棒球，所以其实规则我都。你本来就有在看？对。那你是最原本支持谁？加入之前，其实我本来是看兄弟的。哦。小时候啦，因为是跟我爸妈，他们之前是很喜欢，就是恰恰同阵营的。对。然后后来加入之后，我就是都在看规矩。那你有遇到什么印象深刻的？印象深刻。因为我是全主场，对。然后那时候我在一垒侧，因为一垒侧就是别队的球迷嘛。然后那时候就是坐满兄弟墙，因为我会喊口号，所以我就对着喊全垒打。你说喊谁？兄弟的喊全垒打。其实龙迷大家都蛮会跳音乐，然后有时候忘记就偷看一下观众。
快。那你有在台上出糗过吗？还好，但是最近是有一次，就是那个下大雨的时候，不小心滑倒。啊！突然一直看到你，然后我就一脚出去，然后就差点把我踢腿了。那不然今天你们来互相爆料一下对方的事情好了。他就很认真嘛，他就在写一节的所有的应援动作啊，什么男什么时候要出手什么的。好可爱哦。Thank you.